结婚的时候有夫妻一起去捐过血吗？今天还是有做的，对对对，近期两人还有在对话到吗？跟西提对话吗？有啊，西提牛排很好吃，大家一起捐血做公益。哇，第一次捐血应该有十几年前了吧？因为一开始捐血的资讯也是爸爸给我的嘛，所以就是第一个想法就是帮忙，就是帮助大家，对，这个比较简单的想法。但是毕竟打针通常还是会有一些些害怕，不过我觉得可以帮助到别人是好事啦。但是比较好笑的是，就是那个我要捐血的时候，那个他们就说我的血管其实不是这么的明显，然后说叫我要多运动哦。然后我心想说，我每天运动的都，每天基本上整天的时间都在运动。我也邀请你的好朋友一起来加入群，必须要，一定要。会找谁哦？就是群组全部发一轮。他以前就是结婚的时候有夫妻一起去捐过血。今天还是有做的，对对对。嗯。那也想问说关系的进度。现在一切都是还是交给律师在处理。那有什么消息的话，会跟大家说明的。近期两人还有在对话到吗？跟西提对话吗？有啊，西提牛排很好吃，大家一起捐血做公益。过年的时候没有做一些特别的事情，比如说因为甜点现在也很厉害了。做甜点是现在等于是每周必备。对，因为现在有跟自己的小孩子，孩子们都会一起，他有要求说我今天要做什么，然后他说爸爸我今天要吃布丁啊等等等等，然后我就会看一下食谱，然后就做给他吃。所以也许会出一本关于甜点跟小孩一起互动的书，对，也许是会走这个方向。对。